要小心占为己有哦。三、二、一，请看。我们是全力不防卫队。哦，是少伟老师，他怎么啦？他好像有什么烦恼。是你们啊！老师好。该怎么办才好？我该怎么办才好啊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其实是这个也不需要啊。苏巴老师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想把不需要的东西拿到大赚一票市集上去卖啊。大赚一票市集？是网络上的跳蚤市场，听说可以卖到相当不错的价钱哦。我什么时候买过这种东西啊？哎，无所谓，这个也卖掉吧。那个是那本漫画，是我很久以前借给他的。这样子根本就是占为己有嘛。占为己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口一口吃印度咖喱的意思吧？才不是啦，是把借来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意思。把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收到口袋里，像雨水槽这样吗？苏巴老师一定只是忘了有这件事而已。拍卖品的照片可是很重要的。那是我的书啊。你为什么不直接叫他还给你的？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内敛一点啊。什么意思？大人的世界没有你想的这么单纯。而且跟女生相处要注意到很多的地方。而且对方是松坂老师的话，就更麻烦了。既然这样，就让我们来提醒松坂老师吧。提醒他，车站前的旧书店可以卖到更高的价钱。不是啦。打扰一下。老师好。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老师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在整理东西啊，桌上的东西必须收拾干净才行。就有关系呢？当然也要整理。来，别胡说，我的身体跟心灵都很清纯美丽哦。谁要去说？冯静，你去说啦。好好听别人说话。松坂老师。老冯静，占为己有是不对的心。占为己有？不是那个，正南，之前我借你的图鉴，快还给我吧。之前正南借走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还给我，这样算是占为己有吧？为什么要突然跟我说这个？抱歉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松坂老师意识到那件事。我懂了。正南，跟别人借来的东西应该要好好的还给人家哦。好的，说的没错。你们几个是怎么了？说到这个，我也借了风间一样东西，可是你没有还给我。我哪有跟你借什么东西啊？你忘了吗？上次你来我借的时候。不好意思，我借一下厕所。快点把厕所还给我。要怎么还啊？那个确实没有办法还呢。各位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你们到外面玩怎么样啊？老师，没有借了以后一直没有还的东西吗？你说得好。没有哦。我的心倒是曾经被人夺走过。好了，老师现在正在忙，你们到别的地方去玩吧。尚伟老师也是。他还真能应付啊，完全不记得跟别人借过东西。再唱下去的话，我的书就要被卖掉了。果然只能直接跟他说。尘封多年的。怎么又来了？那个松坂老师。什么事啊？善伟老师好像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。该不会是？
对。讨厌了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不是，那是因为……这样啊，恭喜你！你该不会以为我会生气吧？没想到你居然可以……比我还早结婚辞职离开幼稚园。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哪里出身呢？虽然现在有很多人都不举办婚礼，但我还是想献上我的祝福。你不要误会哦，我绝对不是因为瞄准新郎的朋友才这么说的哦。不是这样的。不是这样的，凉面跟冷面是不一样的。这你还给我。你说还给你还什么？就是我之前借给你的那一本漫画，请你还给我。我说了，松坂老师打算卖掉的那一本漫画其实是上文老师之前借给你的东西。那本漫画，抱歉，我完全忘了，那是我跟你借的。幸好你有跟我说，真的很抱歉哦。刚刚卖出去了。不会吧，松坂老师。我一定会买一本新的还给你的。你说真的吗？一定要还我？太好了。这是可。